然我是蜜给星星，认识我的人都应该知道我的发量特别多，而且我是已经剪了头发了，还是很多，而且我是非常爱干净的人，每天一定要洗头发，不洗头绝对不行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每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又要吹头发，因为吹头发真是浪费我太多的时间了。直到我的朋友介绍了这一款 Fenna 吹风筒，这个 Fenna 吹风筒有双重过热保护设计，就可以防止头发在高温受损的问题。它不止耐热，也非常的耐摔，而且非常的轻，就像玩具一样。这个吹风筒呢也非常的厉害，里面竟然有负离子。什么是负离子呢？就是当你吹头发的时候，它会释放出负离子来抚平你头发的毛鳞片，所以你吹起来你的头发不会那么的毛躁，之外呢也有达到护发的效果哦。而且这个吹风筒绝对有惊艳到我，因为它吹头发真的超快的，很快就干了。现在就让我测试给你们看吧，看看吹一个头发需要多长的时间。吹完了只要3分钟29秒。除此以外呢，它也有三档温度和两档风度，也有两款风嘴，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而使用哦。吹风筒的外形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四个颜色好选择，重点是它的价钱完全不贵，也非常的亲民，原价要198，但是现在做优惠只要98罢了哦，赶快点击一下链接联络商家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